举歌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戴。Hello， 我是妮塔。我们今天来到台南。讲到台南，想到什么？第一个想到的地方是古迹啊。不是，说到台南，就是要疯狂的吃吃喝喝啊，要吃一堆在地小吃。男生跟女生想的比较不一样。我们今天第一站要去吃一个很厉害、很好吃的东西，我们走吧。好，走。它都对焦在你的脸上面。红色的肉。有。嗯，很甜。而且我觉得它不能算太熟。嗯哼。它这边都是现切。啊？吃它那个牛肉之后，我发现啊，它跟一般我们火锅吃到的牛肉片不太一样。因为火锅吃到牛肉片，它有时候会有油花，所以吃起来可能是比较嫩的，但它这个吃起来很扎实。我们还要点一盘牛杂，牛杂里面就是有牛肠啊、牛心啊、牛腱啊之类的。我刚吃了个牛肠，我觉得那个牛肉很嫩，真的，真的很嫩，就整个是软的，然后里面那个它没有腥味，它的内脏处理的很不错。我们点了两人份的牛肉跟一盘牛杂，还有一些火锅料，总共1100元。等一下，坐下。等一下哦，你怎么那么饿？吃饱后，来到一对表兄弟所开的布朗尼店，店名是由两位老板的其中一个字所取。店里的画都是由其中一位老板画的，你们猜猜看是谁？吃法有三种：冷的直接吃，像生巧克力；退冰5分钟，会像起司乳酪；也可以用烤的，口感会外酥内软，像熔岩巧克力一样。这很酷哎，这感觉是什么棉花糖之类的。这个口味超酷，它就是麻辣锅口味。超好吃哎，超特别的。我们买的是组合包，一次可以吃到12种口味，口味特殊又浓郁，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非常棒。我们吃两个菜，两个马铃薯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两个菜，两个马铃薯，太多。吃腿腿。好吃吗？很香啊！我喜欢那种粉多很厚的，我感觉那种哦，你不喜欢吃皮很厚的？对，不喜欢吃这种皮，我还不要皮很脆。Should I do today? This feel like some mind, don't give a fuck. Oh my god, shut the fuck up, I ain't hearing what you gotta say. 大麻糬，上面撒白糖，幸福的代名词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啊，不要吃太多。会胖？会胖，就是胖，胖还是吹气球一样。Step up, messed up while I've been
到没有夕阳的关系离开。果然是阿明珠心，大排长龙 ，Let's go。保安路上美食林立，但是唯独阿明珠心总是排满了满满人潮。大家为了就是那份隔水加热、爽度刚好的珠心，价格不会很贵，只要够有耐心，一定吃得到哦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开箱一下我们的住宿。是 lobby 大厅，还蛮美的哎。有人在吃糖果，这里有一个网美墙，啊，这里很贴心，他有写了一下这里附近的景点跟可以吃的东西。这个饮料机全部是 for free， 然后这边的饼干也是可以随便拿，哎，很厉害，有这个哎。热都比较好吃啊，一定的啊。不过它当然是蛮好吃。